师，各位同学，啊，这是非常高兴啊，上海中医药大学参加这个海派中医学术论坛。啊，这个那么我带来发言的题目呢是经方与临床中间的一个部分，啊，这叫经方方证的四大特征。那么刚才杨所长已经介绍了，啊，这个瑞清良医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确实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呢，我主要的工作是推广经方。为什么要推广经方呢？一句话，经方好，这好东西，我才这么吆喝。那么经方好在什么地方？好处是非常多的。啊，有人说经方配伍非常的严谨，它这个结构非常严谨，这是经方的一个好处吧。有人说经方方非常小，是吧？价格非常的低廉，同时效果又非常好，完全符合现在医改的发展方向。也有人说经方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值得开发。等等等等，说起经方好，好处很多，但是在临床医生看来，在我这个主要从事经方学术推广的这个老师看来，经方好，好在有方证，经方有方证，这才是经方的动人之处。所以经方好，那么什么是方证？因为我的题目就是经方方证的四大特征。什么是方证？方证不是症状，方证是方的主治，或者更明确的说，是安全的、有效的使用这张方的临床证据。就是你凭什么要用这张方？你凭什么要用麻黄附子鸡精汤而不是用小天冲汤？你凭什么是你要用大柴胡汤而不是用小柴胡汤？你要有依据。所以经方的方证它不是一个病机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用脾虚肾虚用气虚血虚能够说清楚的，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临床证据，是我们临床用经方的依据，是我们临床用经方的凭证。而且讲到方都要有证，有方证才能明方。一棵草有证就是药，无证就是植物。几味药物合在一起不能就叫方。现在我们很多人开方17、18味药还算少，多的30多味药，这能叫方吗？我们要看你有没有证，有没有方证，有方证才能明方，没有方证就是一堆药物。所以方证太重要，而且临床上我们用经方，我们用方一定要强调四个字，方证相同。我是江苏人，苏南有一句土话叫做方对症喝口汤，不对症用船装，因为我们这边水乡，老百姓就是这句话，要对症下药。为什么？方就是剑，症就是敌，有敌才能放矢，对症用方才能取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道理，你要对症下药，所以方证相应，这是我们临床医学的灵魂，这是经方医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方证相应。所以古人他们是很清楚的如何来研究经方，找方证。看看申师庙，他怎么来编辑《伤寒论》呢？在《千经一方》里头，他是以方证同条，比类相对，用这个方法来编《伤寒论》。
临沂教授金匮要任在序言里头他也说，他说常以对方正对者，这里面有点读不通啊，可能一个对字是多余的啊，常以对方正者食之与人，其效如神。那临沂宋朝时候的校正医书局的医官，他清楚经方的核心在于方正。伤寒来书籍，清代著名伤寒家，尤其是经方医学中间的这个理论家啊，柯云伯先生，他在编伤寒来书籍的时候，他也是抓方正，他是以方明正，以经内方，以六经来内方。他就是按照张仲景书里头桂枝症柴胡症的技法，以方症相应作为他的这本书的主要核心。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仲景之方因症谋事，因症方和症是相对的，有症才有方，见此症便于此方，是仲景过方。你不要以为有事症用事方啊，好像很死板，其实这才是真正张仲景他的心法。中医学的灵活性就从此展开。所以经方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方程。那么下面我就是要进入主题，我要说说经方方程的四大特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书桌上要放上伤寒论经匮要论。大家可能有的同学去过南京，看过我的诊察桌上都有两本书，一本伤寒论，一本经匮要论，包括我的手机上 APP 伤寒论经匮要论都有。我也随便看，我也随便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广经方的四个理由。经方方正第一个特征就是经方方正很真实，经方方正很真实，真实两个字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把它放大了涂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现在中医中间很多人说的话不真实，很多人写的书夸大其词，中医就缺少这两个字真实。而经典的方针，伤寒论的原文，金匮要论的原文，你按照它的方法用，疗效可靠。为什么？它是真实，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所在。我们可以看看芍药甘草汤主治什么，原文一大段，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无寒，关键是绞挛急。因为张仲景说更作芍药甘草汤于之，其绞即身，所以绞挛急是芍药甘草汤的方针。临床上你只要按照绞挛急这个经典方针你去用就有效。我们临床上用芍药甘草汤治各种挛急性的疼痛，比如说腓肠肌痉挛，你抽筋，有的时候罗汉泉没用，你补钙没用，芍药甘草汤就有。芍药甘草汤有一个方名叫去胀汤，去胀去掉拐杖的汤，脚疼不能走路啊，你吃芍药甘草汤起脚即身，就能扔掉拐杖走。所以柱骨神经痛可以用芍药甘草汤，量要大。如果痛得非常厉害有寒症，我们还要加附子。我经常用麻黄附子洗心汤和用芍药甘草汤来治疗柱骨神经痛，治疗心到腿痛，依据就是张仲景的绞挛急三个字。上次我到山东莱芜去讲课，讲课之前有一个乡村医生拄着拐杖硬要跑到台上，他来了一个含着泪水说，
王老师，我一定要和你握个手。为什么？他说我是今天我是坐了8个小时的汽车从微山古泰来到辽。他说我读了你的书，用了金刚以后，现在我腰挺直了。不是我有这个病，因为原来人家瞧不起我，我看病没有效，现在按照金刚供养有效。你说的芍药甘草汤、和尚麻黄附子气行，他们治疗腰痛，我吃一个好一个。当地老百姓相信他，他能够挺胸抬头做医生。当众请问，我是不骗的。很多痉挛性的疼痛，我们用芍药甘草汤确实有效。像这个老太太，当时来看什么？痛，带状疱疹伸到了脸上，这个遗留的疼痛让他坐卧不安。怎么治啊？我就用芍药甘草，大家可以看看。85岁的老太太，30年前只有患过一次带状疱疹，半月前右脸又生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以后遗留的抽搐痒疼痛非常严重。我用的方法芍药甘草，白芍30，甘草5克。对不起，这里面用量没有完全按照张仲景，张仲景应该是等量，但是我甘草用量少一点。但是就这个方下去以后，吃了3剂以后疼痛就明显减轻，止痛作用真神啊！不仅是神经痛可以用，就是女性的热性的痛经可以用，脚跟痛，有些莫名其妙的脚跟痛，芍药甘草汤也有。甚至我还用芍药甘草汤治疗胆汁淤积性肝硬化，用了以后，居然它的居高不下的胆红素开始下降。虽然病人没有脚挛及明显的指症，但是一问，大便干净，大便如一粒，经常肚子一阵子的痛，也是挛及性的疼痛。后来我和专科医生，他们消化科医生在探讨为什么芍药甘草汤能够降胆红素。这个田主任提出来一个，这个南京市中西结合，这个江苏省中西结合的田主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芍药甘草汤可能能解除毛细胆管的痉挛症，有道理。所以张仲景这个脚挛肌三个字里头蕴含了大量的文字，仲景东西不骗人。再看看泻心汤，又称之为三黄泻心汤，大黄泡两黄连，一两黄芩一两，这张千古相传的古方治疗什么病？在《金匮要略》上说的非常简单，吐血愈伤。你不要看到这个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就是泻心汤应用的指针。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名家用泻心汤的案例。吴鞠通温病大将，他有一个案例，9克，大吐黄血成盆。我喜欢看古人的一样镜面，几个字就把这个吐血的程度描写活灵活现。6脉红素面赤，这个人脉搏是红素，脸是红的。诊断3阳病，实证什么方？大黄6钱，黄芩、黄连各3钱，1剂而止。无独有偶，我们再看看吉东洞日本的古方家，日本的古方家他也用三黄泻心汤，他也来用来治疗吐血，他都在实践张仲景原文的这个方针，是一个7年吐血的患者，每旬必一动，每10天就要发一次，有一天大吐，气息顿绝，人都吐了都没有气，很多人都认为没事没办法了，结果都在准备要谋葬时要安葬，这个时候吉东洞到，请他来看一看人死没死。吉东洞用棉花放在他的鼻尖一看，在动，
一摸他的肚子有微动，不走动，我还在跳动，没死，吸了一惊，用什么方？三黄泻心。就这个方下去以后，火中雷鸣，下地数十行，人就醒过来。治疗60多天，完全康复，后来10多年终于复发。我们再看一看黎皮流，岭南著名经方家。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还是比较有名的。他也有个案例，也是治疗吐血，一个女人体弱多病，一直不小见中汤。那有一年他吐血，邀请各方名医看没有效果，甚至谭嗣平先生很有名的也来看，给他了全部带着他说这个病我知道，处理后事。李匹刘先生去看，看到他什么特征？吐血，仰面大喷如水猴子发射然，这血都是喷出来的，这是什么热症？用什么方？三黄泻心。就这个方，第二天吐淤血一大团，血告止，就止血了。那么三位名家都用同样一张方治疗同一种疾病，都验证了张仲景的方证，牛血泻心汤主治。这张方是吐血神方，是牛血神方。我们行临床上用来治疗支气管扩张，用来治疗肺结核卡血，用来气管电门样变出血，甚至血小板无力症、上消化道出血、脾功能亢进、血小板减少都能用。我的研究生张学光老师，他做了一篇论文《金龟儿的泻心汤方证研究》，这里面他通过调查文献，发现从医院的报道来看，泻心汤用来治疗出血性疾病的占到37.8%，其次是感染性疾病，再其次是神经系统疾病，出血性疾病高居第一。而且在81例的泻心汤案例中间，吐血也就是上消化道的出血占到了27例，鼻衄占到了21例，吐血流血，卡血占到了13例。61家的临床的资料文献的调查也支撑了张仲景的话是真的。临床上我也使用三黄泻心汤来治疗各种出血症，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方是15年4月18号我给一个来自山东的一位病人开的方，炙大黄10克、黄连5克、黄芩10克，沸水泡服，不用煎，滚开的水泡15到20分钟就要吃，每天一杯，这药吃3天可以停1到2天。这叫什么病？治火。4月份给他开的，到了6月份，我去莱芜，他又过来看，莱芜是中医院，他来看，他说这张方真神了，治了多少年的病，就这张方吃了以后就好了。还有这种病叫气管淀粉样变，我第一次听说，他是在上海长海医院气管镜诊断清楚，气管淀粉样变是个罕见疾病，当时说不死的癌症，因为他不断的增生，最后气管这个里面有出血的、有堵塞的，非常好。这个病我不懂，但是你出现吐血、出现咳血，我知道，我晓得用什么方治疗，所以这个病人当时来看，我用的是三黄泻心汤。大家可以看到，还是这样，生大黄10克、黄连5克、黄芩10克，沸水泡，就是当方3剂血脂，然后从此再不住院，这个病人开心了。上次2013年，我在无锡接诊了一个血小板无力症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11岁，但是从出生5个月就开始不明原因的鼻子出血、眼睛出血，非常严重，甚至可以导致贫血。2012年，因为失血性贫血，曾经输血3次，家里人
到处看，后来在苏医诊断是血小板的异常，血小板技术正常，但是它的功能差，粘合能力差，所以出血不止。功能差。这个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到无锡打工的打工仔，没有钱，看了很多医中医，想中医来治疗，基本没有效。有一张方有效，但是太贵。我一看，洗脚蹄黄汤和尚吃灰碗，一个老中医开的，有效的，但是一个不稳定，因为价格太贵。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说生大黄六克，黄连三克，黄芩六克，实际要每天一剂，沸水泡敷，依然是这样吃，一个星期吃个五天，两周以后不准，再有没有出血。孩子的父亲非常激动，非常便宜这张方，好像2块钱不到，还要感谢我，说不要谢我，老祖宗的东西大家都用。所以这题是三黄泻心汤，吐血六血四个字，你们不要轻易划过，不要认为这个是古时候的东西没用，中医的经方方针太好了，太真实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多讲，包括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治疗中风，中风风离合怎么办，你只要你大便粘稠的，舌苔厚腻，灌三黄泻心，灌了以后第二天拉出很多粘稠粘的大便以后，再加点甘露醇，很快他就醒过来，而且他还能够防止中风以后应激性溃疡的发生，包括从我们下腔出血，刘祖洲先生也用三黄泻心。赵本山当年住在上海的，从我们下腔出血吧，像他这个体质就用点三黄，当然太便宜了。他你看，头发当时根根竖起，脸上有油光，两眼睛炯炯有神，热症、火症，由于疲劳过度，由于可能暴怒。血气上旺啊，上冲，这种三黄就有效。谁用谁知道。对呀、他没用过，可惜。三黄泻心汤好方啊，太便宜了，便宜也是坏事。甚至子宫出血，昨天来了，有个不诊病人，子宫肌瘤，同时有这个乳腺小叶增生。苦于没有什么好办法，不想开刀，怎么办？三黄泻心汤吃，吃了段时间，查了以后缩小了。啊，子宫肌瘤什么都是，怎么现在都用什么桂枝或苓丸去治疗？不对，子宫肌瘤很多都是热症，月经量大，舌头通红，脉搏滑硕，满脸油光，这些女人怎么能还用桂枝或苓丸呢？你看看。这也是我用的，这个女人的月经量非常之大，卫生巾410毫米的，2小时全满，有子宫腺肌症，不敢吃红枣桂圆，一吃量更大，大便干结，脉搏滑脉，每分钟106跳，热症，三黄泻心汤加生地，用下去以后血快就减少，所以我现在爱上的金黄真好，张仲景的东西他不骗人。要金黄方正的特征之二，你去吐槽客观，金黄方正很客观，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点得到，这个药这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为什么中医难学，就是很多讲的东西不客观，很多都是让你摸也摸不到，雾霾霾的，也不晓得浅深。但是张仲景的东西非常实在，看得见，摸得着。有一句话，化鬼轮椅，化人难。当年齐王问画家，问你画什么最难呢？说画犬、画马最难。什么东西最容易啊？画鬼最容易。为什么？犬。马我们都看得见，大家都知道了，像还是不像，鬼谁都没看到，任意的嘴谁都能画，
说对。这句话说什么？我们要搞时代的东西。啊，我们要搞时代的东西。要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而张仲景的很多方针都是看得见摸得到，比如说柴胡加农牧民方，哎，这张方非常重要。这张方是一个抗抑郁的张民方，现在抑郁症非常多啊，靠得我们很近。柴胡加农牧民方就有效，这张方用原方就有就行，但是你要抓住它的方针。他的方针“一生敬重不可转测”这个八个字最传神。一生敬重不可转测，它可以理解为一个处在抑郁状态的、抑郁低下、兴趣全无的这种人。那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不肯动啊！抑郁症患者就是一生敬重不可转测，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患有帕金森病或者其他脑病导致小碎步、肌肉僵硬、不能走路的一个脑病患者，或者是供气失调的小脑萎缩的患者。一生敬重不可转测，让我们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让我们把那些动作失缓、肌肉僵硬、抑郁低下的那些人，其实我们用相当的，甚至按照一生敬重不可转测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男人的性功能不良。阳痿就是一生敬重不可转测的局部表现。我们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我们可以用来治疗帕金森病，我们可以用来治疗供气失调，癫痫也可以用，上山后应激障碍、阳痿等等都能用柴胡加农牧民。它的关键点就在这个八个字：一生敬重不可转折。当然也有胸满、烦肌、沾雨、小便不利，还有其他的，但是一生敬重不可转折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来看一看我治疗的案例。这个小伙子当时来，他希望我解决他的不能走路的问题。他有供气失调有六年，原因是有一年他和夜总会去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吞服了很多人恶作剧给他放了很多摇头丸的啤酒啊，这个饮料啊，啤酒吃了以后抽搐昏迷，到医院抢救，气管切开，八字病危通知。在这个期间，他的妈妈又急又气又恨，居然离他先走。等到出院以后，妈妈不在了，爸爸带着他办理这种走路不稳的到处治疗，针灸一年没有效果。当时到我那边看，走路不稳，不能拿手机，不能握笔，一生敬重不可转折。按照张仲景的方针提示，我用柴胡加农牧民汤，而且是隔日服用，吃一天停一天。这张方连续吃了四个月，来复诊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说话口齿清楚，头颤抖消失了，手抖控制了，爬楼梯可以了，两条腿走路不像那么摇摇晃晃了，而且能够使用手机，能够写字，这是让我非常开心。因为摇头丸引起的大脑功能障碍、大脑功能损伤，一般认为是不可逆。但是柴胡加农牧民汤吃了以后，他情况非常好转。即使柴胡加农牧民汤可以治疗脑损伤，那么为什么我会想到用柴胡加农牧民汤？就是张仲景描述的一生敬重不可转折，后来是这个状况。另外，大柴胡汤方针，大柴胡汤方针。安知心下难痛，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指针。用大柴胡汤要摸准，所以我要鉴别能不用大柴胡汤的时候，都是要手一轻，轻躺平躺，我有诊查台的，让他平躺，我要摸准。病人上腹部有抵抗感，严重有压痛，看上去肚子膨隆。肚子鼓鼓的，
这种情况，这种主症我们用大加补方一般都是有效的。无论是胆石症还是胰腺炎，这个胰胆疾病用大加补方是必须啊，胰腺炎、胆石症用大加补方大剂量是必须要，一定要让它泻。胆瘤性胃病现在也非常多，经常吃了以后肚子胀，要嗳气，要反酸，有灼啊，胃部灼热感，这种用大加补方也是有效的，因为你去摸摸肚子看硬不硬。另外，支气管哮喘，这是呼吸科的疾病，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种反流性哮喘，用大加补方也是有效的。怎么办？摸肚子，很多人肚子鼓鼓的，不敢多吃，尤其是晚上，如果晚上多吃以后，夜里会容易发作。或者这些人大便秘结，如果大便通畅以后，气也就顺得多。好，这种哮喘用大加补方有效。所以呼吸科我们不仅仅是用听诊器听，也要做复诊，要摸肚子。很多肺部感染，老年人躺在床上老是高烧，经常有痰痰黄痰臭，不是光用抗生素能解决问题的。你摸摸肚子，心下安思满通，虽然他昏迷，但是他一摸以后他的眉头紧皱。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大加补方症，用大加补方控制了反流，它就预防了吸入性肺炎的发生。肺部感染用大加补方也能得到控制，甚至我们现在常见的高血压、高脂血症，很多能吃肉能喝酒的男人挺着大肚子，脸油光光的跑到面前，口气喷人，一摸肚子崩硬，大便粘臭，这种高血压你用羚羊角没用，钩藤也没用，大加补方。这种高脂血症你就是荷叶，成天喝荷叶水，你山楂经常当饭吃也没用，你要用大加补方。甚至有抑郁症有失眠的，你有一个心下安之满痛，用大加补方依然有效。张仲景的很多方，他都能在身体中间能找到部位，半夏厚朴汤，不忍咽中如有之挛，半夏厚朴汤主治。哦，咽喉部有异物感，你可以用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这是一张治疗神经症的一张绝妙好方，现在神经症患的非常多。有抑郁倾向，有焦虑倾向，有强迫倾向，有疑病症倾向，他们到你面前来，从头到脚都不舒服，但是你问喉咙怎么样，他马上讲，哎呀，喉咙里有黏痰，喉咙里我有干，哎呦，我有慢性咽炎的，他经常在咽喉有不适感，有这种不适感的，你用半夏厚朴汤就有效。有的不仅仅是咽喉的不适感，它可能口腔出现问题的，口鼓、口木木的，口腔里面好像有一层塑料薄膜给罩在那里，或者说石头大的，或者有的人老是抱怨自己口臭的，捂着嘴说话，口腔里面，还有的人鼻腔也有异物感，老是吭要清鼻子，或者拼命要擤鼻涕，经常鼻子不舒服。这也是一个半夏厚朴汤症，咽中如有这样的咽，也包括了口咽，包括了鼻咽，甚至还可以包括皮肤的异常感觉，包括了腹腔的腹部的异常感觉。咽中如有之挛，如有不是真有，是假有，是一种异样的感觉。所以半夏厚朴汤我们可以用来治疗各种神经症，但是各种感觉异常中间，咽部的感觉异常是最多的。所以张仲景他在描述半夏厚朴方子半夏厚朴汤方子的时候，特意提出来咽中如有，当然前面还有两个字妇人，女人用半夏厚朴汤的机会要比男人多，为什么？女人最
女人的心思最活泼，最敏感，能哭能笑，容易生气，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张仲景的话不会乱写，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唰唰一打，可以瞬间可以多少个文字出来。那个时候写字是竹简，所以他们是惜墨如金，要细细看。同和陈其昌，他有他的部位，他的部位在哪里？在少府。同和陈其昌、方正、张仲景有八个字：少府集结，其人如狂。少府部就是同和陈其昌、方正的部位，在哪里？在小肚子、下腹部都可以。可以是图上所讲的这个左少府，但是右少府有没有？不是也有。下腹部旗下有没有？有时也可以有。也可以有，但是你摸上去少腹部要充实有力，巨按疼痛，同时伴有大便秘结，其人如狂。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包括葛根汤，葛根汤也是有部位的，葛根汤主治的部位是项背的，项背强输疏，但是在这里请大家注意，项背部的这个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这一个面头向腰背膀胱经的部位出现的聚集感，出现的冷感，出现的疼痛，或者皮肤上出现的痤疮，出现的色素沉着，像这个黑棘皮病，出现的肌肉的隆起，出现的局部的一种改变，皮肤的改变，我们都可以看作是葛根汤。所以用葛根，我们要看背，背部肌肉厚实，熊腰虎背者用葛根汤最安全，用葛根汤最有效。防己黄芪汤，它也有部位。防己黄芪汤，张仲景的原话叫“腰以下当肿，即阴，难以屈伸”。所以黄芪汤，它的主治的病症都是以下半身的浮肿、以及疼痛或者关节活动不利为特征。就像我们这个照片上的模型一样，这个水性下虚，下半身都是肿的。现在都强烈化。很多人可以肿肿的，压一个坑，关节肿大，这种用黄芪汤就有效。就是，你看真武汤镇更直观，大家笑啊，看到了这个猫阵阵玉皮地，阵阵玉皮地，玉皮地就像好像要撑住啊，要撑在扶在墙上或者扶在桌上，这就是真武汤镇。所以真武汤镇可以用来治疗以玄运为久数或者为特征的啊一些病症，内有眩晕症可以用，供气失调、小脑萎缩可以用，有很多甲减患者人头晕没有力正要倒下来，这个都好用。阵阵玉皮地非常的传神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甚至身运动抖动。刷刷刷刷走，哎，这个也可以用真武汤。我经常讲这个案例的时候，用到我们网站上一个网友咖啡猫猫的案例。咖啡猫猫是个网友，是无锡的一个基层医生，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他曾经治疗一个90岁的老农，因为在12月份的时候不小心跌到了河里，肝胆脱垂，然后受了惊吓，受了寒凉以后，到了晚上啊，他经常会抖。正常的非常厉害，但是检查没有异常，到处治治没有效果，最后就按照生润动阵阵玉皮地用了真武汤原方，用下去就好。现在我用来治疗一些老年人手抖，也经常好用到真武汤。这就是根据的张仲景那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方针。由于金方的方阵非常客观，所以它的歧义相对很少。桂枝汤阵就用桂枝汤，
麻黄汤镇就用麻黄汤，大柴胡汤镇就用大柴胡汤，一个金方一个镇，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会像现在什么什么法下面那么多的方啊，你是清热法有多少方，补益法有多少方啊？所以金方的东西好学好用，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也说过有很多你们年轻的人啊，人就喜欢那种虚无缥缈，越是看不见越是摸不着，越要去摸，犹抱琵琶半遮面，打上马赛克让你们想象不去。但是做医生不能这样，特别是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就希望同学们马上掌握，所以同学们要学金方，要读伤寒论，要读筋骨要略。金方方呢还有第三个特征，金方方正刻画的是病的人，不是病，请大家注意，病的人，而且金方它不是讲话，它是画画，它刻画的是病的人，他很形象，他很传神，这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古时候没有 CT，没有什么大的解剖，他就是我们的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望到的什么东西啊？望到的就是你这个人，你是胖的人还是瘦的人？哎，你是脸红的还是脸白的？啊，你是容易出汗的还是容易不出汗的？啊，你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你是毛多的还是毛少的？他不会就是这些，你是烦躁的还是安详的？所以张仲景的书你们看看，有尊容人。养真处优，骨弱肌肤盛，肚子饱大，肉也很多，这个光吃不干，这种叫尊容的。他容易得什么病呢？张女说容易得血痹，血痹什么麻木啊，这种病是什么方？黄芪桂枝茯苓汤。所以黄芪桂枝茯苓汤的人是尊容的。还有什么病叫湿金浆？吃金浆应该最典型的人应该是你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面的贾瑞被王熙凤调戏的啊，最后这个遗精不断，最后模糊的那个吃金浆，那是真正典型的吃金浆啊。吃金浆有什么特征？容易发落，容易掉头发，头发稀疏，阴头寒，性功能差啊，面薄啊，这个就是皮肤白白的嫩嫩的小白脸非常多，湿金浆没有耐力，小白脸有湿浆，脸黄，鼻子容易堵，皮肤痒，用什么方？麻杏米甘汤啊，或者用月饼汤，它里面有水有湿，要用麻黄。当中你还有强人雷人之分，你说他和他你用同样的方法，你不要以为啊，这种人这个人可以给他吃点高脂药，这种人不能吃高脂药，现在高方盛行泛滥，乱七八糟一大大锅煮。我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下，高方不能来，他刀可以吃点高方，是吧？而且最好要平息，这叫雷人。所以张仲景对用药的话是大有讲究的，强人大不止，你可以吃两枚三枚，但是雷人只能一枚啊，这个是这个讲究的。这个说明什么？金方在使用的时候非常考虑，非常强调个体差异，强调辨体质，强调抓人，而这个人我特别强调是活人。活人，人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闭着眼睛，眼睛最重要，因为眼睛是反映你的精神状态。你就是像林黛玉那样的身胚，但是你的眼睛是母夜叉那样的眼神。你们喜欢她的美女吗？不是美女，女人的漂亮就在眼睛，男人的位置也在眼睛，
我们辨人关键是要抓神，所以经方的方正很多和人的神有关系，很传神。比如说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汤，黄连、黄芩、阿胶、芍药即指黄归啊。总之什么？心中烦不得过，就这个六个字，完全就这个六个字。治疗什么病不知道，但是张仲景把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给他勾画出来。张仲景是一个白描的高手，寥寥几笔把你这个人的特征给勾了出来。黄连阿胶汤是一个抗焦虑，它首先大量的黄连有抗焦虑的作用。除烦，应该说按照我们中医传统的说法，经典的说法，黄连是除烦药。这是什么一个病？有可能他是一个痢疾患者，而且拉血的血痢患者。这个人大便脓血，肚子痛，腹痛如绞，日夜不休。这个人由于生了这个病以后难受啊，心中烦不得卧啊。这个时候用黄连阿胶汤。哎，黄连阿胶汤怎么用来治疗血痢呢？对，原来啊，黄连阿胶汤它是用来治疗血痢的。你从《复形诀》这本书，敦煌遗书啊，从敦煌墓高窟里面遗留的拿出来的一本书叫《复形诀》，这里面就讲到黄连阿胶汤啊，原来是一个叫小朱雀汤，它治疗什么病？治疗天行热病、心气不足、内生烦热、坐卧不安、时下利存血，如积压肝者。原来是用来治疗血痢的，但是张仲景没有说他治疗血痢，只是把这个人，这个生血痢的人那种内生烦热、坐卧不安的状态，用心中烦不得卧三个字、六个字给他勾了出来。我们也推测，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血痢，可能是一个肠伤寒患者。肠伤寒是那个时候一种流行病，啊，是流行病，这个病。它容易导致肠穿孔、肠出血，因为黄连阿胶汤里面有阿胶，里面有黄芩，它是一个止血药，所以很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肠伤寒、穿孔出血。因为这种啊，像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保柯察经》描写的伤，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里面啊，这个就想到那个时候身伤寒的人非常多，肠伤寒的人非常多，啊，古时候就是个流行病。有可能黄连阿胶汤就是治疗这个病，但是张仲景也没有说，只是把心中烦不得卧做一个特征性的症状，把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给你勾画。再看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是汤方用来治疗往来寒热、胸胁苦满，更传神的是默默不欲饮食。默默不欲饮食也是非常传神的，构画了一个神情漠然、食欲不振、甚至性欲全无的一个抑郁状态的人。默默不欲饮食，那这个多好啊！所以跑到你面前眉飞色舞、神情啊这个盎然的、这个春意盎然的人，不要你叫他。小腔胡汤人都是人拉长了啊，就是笑的是皮笑肉不笑，它是有一个是中气的这样一种抑郁状态，这种才能小腔胡汤。往来寒热又会怕冷又会怕热，对温度的变化敏感，老是穿很多的衣服。胸胁苦满，你是真的胸部变形吗？不是，是一种抑郁状态，经常胸闷太气。默默不欲饮食加上去的话，那这个小腔胡汤不一定有效。就像现在我们经常碰到的彩婚姻很多，到我那边来调理的有很多年轻姑娘，生过孩子以后，好了不舒服了，原来可以穿露背装、露脐装，现在不行了，穿了一层又一层，头上还要扎的，像是张富先生戴的帽子，干什么呀？大热天怕风，对，症状非常多，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但大便又干的，汗又多的，
啊，卖相又弱的，但是因为头晕，心情很不高兴，经常哭泣，产后抑郁症。按张仲景的说法，这种人产后郁闷，小柴胡汤所致。小柴胡汤就可以用来治疗产后抑郁症，大家不要以为产后都是生化汤，产后都是吃全大补汤。现在很多人产后抑郁症非常多，你看看抑郁俱生，又是一个金方家，岭南金方家，他也一个一样。治疗什么？治疗有一个人姓吕的人的妻子，产后数月大便难，呕不能食，唯一痊愈，就是产后。医者用补药未效，抑郁症去看，主张用小柴胡汤。柴胡要用到八钱，因为张仲景是八两半斤，他一两算出来换成一钱八钱，没有错。但是举座哗然，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医生都是喜欢用补药，以为补此方必死，柴胡皆甘饮，不是谁说的，也坚持说。但是现在误传到现在，大家都不敢用柴胡。结果后来因为这个妻子的这个吕妻的叔叔之一的，就一群这个抑郁症啊，抑郁症用小柴胡汤，一补几。小柴胡汤抗抑郁啊！现在我们用小柴胡汤可以用来治疗抑郁性的便秘，用来神经性的厌食，用来治疗心律性的阳痿，很有效。小柴胡汤如果伴有这个人伴有失眠、伴有心悸的，我们配上桂甘龙母汤，啊，这是我的经验。大冢静杰，日本著名汉方大家，他用小柴胡汤来治疗一个女性的神经性厌食。这个26岁的女孩子厌食一年半，进食以后见吐下很硬，像吃了个石头一样痛苦不堪，每次只能吃一片苹果一片面包，大便呢4到5天甚至10天一次，体重仅30公斤。你好，这个时候症状非常多，脚冷、肩酸痛、脉沉、食弱，又歇下，有抵抗感，有压痛。小柴胡汤症吃了小柴胡汤之间剧烈的腹痛还有腹泻，为什么？疏肝，肝气得疏啊，这个大便得畅以后疼痛消失，第三天能进3碗米饭。默默不欲饮食，张仲景的描绘太传神了。你们如果背不下来往南寒的胸气呼满，背不下来默默不欲饮食，你就不会用小柴胡汤。好和神气场倒过来，其人如簧啊，其人如簧这个4个字就成为使用好和神气场的一个重要的指针。我们来看看海派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寅甫先生。曹寅甫先生，我老家江阴人，我小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头去玩的，他的后裔是我的同学曹建先生，但是那时候不晓得我几十年以后我会跟着他走，也不晓得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著名的中医曹寅甫先生，著名的爱国中医。1937年上海沦陷，日军向西进，曹寅甫先生原来是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干人首相教伤寒教经贵，同时兼教务长。因为上海沦陷以后学校不能办了，他要回到家乡，也不逃难。有一天日本兵追逐一个妇女，老先生挺身而出，手拿拐杖与这个日本兵搏斗，被日本兵连捅几刀，最后不幸逝世。他是爱国忠义，他很梗，当年在上海善用金方，外号野狼中。因为什么？药房的人不喜欢他，为什么？他的方子小，赚不到钱，就骂他说他叫野郎中，但是他是个真正中医。在上海滩当时补药横行的时候，他振臂而呼金方实验，主张临床都用金方。这里头这个案例就是他用桃核承气汤治疗的一个少女，受金花黄少女的案例。我们来看看，说有一个姑娘年未20，是沈石丸的妹妹。
皮肤柔弱，看上去很瘦弱。有一天到外面买东西，骤瘦惊吓，回来以后就发黄，逢人乱殴，力大无穷。啊，他的哥哥也被击伤腰部，不能起来。数日后，邀请陶应甫先生去看，病已经七八天了。啊，躁狂一下。啊，结果他的哥哥扶伤出来，一问，经是2月未经，啊，2个月没来月经，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摸他的肚子，一般不让你近身的，只有趁他睡着了以后，偷偷的去摸肚子，少妇死丈夫摸肚子还是充实。好，出门以后他就和他的这个病人的哥哥讲，他说这个是虚血症，要不什么吧，逃跑成效，因为有少妇集结。好，开了吧，逃人一两，生军五千，这个剂量在当时是咱们祖师的，啊，用生大黄五千，芒硝二钱，甘草二钱，桂枝二钱，枳实三两，使桃核成强，加上了枳实。好，第二天一问，说吃了这个药以后就下黑血，我的月经来了，哎，黄舅子，而且能够喝粥了，见人是有羞耻感的。所以当那些有些女孩子在月经之前狂躁不安，经常骂男朋友的女孩子，那可以吃点桃核成强，一边摸摸她的肚子，肚子隆起鼓鼓的，一闷痛，那肯定用桃核成强。月经一来，温顺像小绵羊。无独有偶，我们来看看牛肚哲先生。牛肚哲先生治疗一个18岁的少女，也是受惊吓之苦，不哭不笑，惊惶不安，伴见少妇疼痛，月经延迟不止。所以啊，月经延迟不止，舌质紫暗伴眩滑。刘老给他用的桃核承气汤加味治疗，两剂药后经血下行，少妇疼止。哎，我们也发现，少妇集结的月经老是不来的人，你用了以后，大便能够畅通，月经能够畅行，肚子能够变蓝，症状就缓解。男人怎么办？男人大便畅通，肛门可以有血，说是发痔疮，肛门一见血，头痛、狂躁也随之而来。当仲景在原文中间说的非常清楚的，下血，血下就是。哎，这个方子吃了有点下血。哎，所以张仲景的书你们要好好的看呐、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看过《伤寒论》。不读《伤寒论》，不读《金匮论》，不要来当中医。大柴胡汤，与微白。啊，就这个四个字，把大柴胡汤就马上提升到一个可以让人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去。大柴胡汤不仅是个通便方，大柴胡汤也是一张让人愉悦的方。你老是发脾气的那些大官，啊，因为你到现在大家是因为拉不住，所以才自然心平心自如水。啊，这里面也是我的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失眠4个月以上，入夜翻来覆去，对光线声音敏感，心下安之不适。请大家注意，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大强不当叫心下安之，安之心下满足，心下安之满足。这个病人也是这样。郁郁未反，烦躁。哎，我用大柴胡汤和上了栀子厚朴，大柴胡汤加栀子厚朴汤，用了以后睡眠就好转了，逐次睡醒，睡得安稳。大柴胡汤也是一张助眠方，它也是一张啊治怒方。林则徐经常讲叫治怒，真正的治怒啊，用药，大柴胡汤。啊，这个我们也不讲。大承气汤，大承气汤，大家不要以为就是通便药，大承气汤能够治疗谵语，能够治疗不食人，脑子的很多问题。张仲景不是什么按照脑为髓寒，肾主骨，骨生髓，这个理论就骨肾，没有。张仲景治疗谵语，治疗不食人，全是用消黄。你可以去查一下，去 APP 上。伤寒论，你查三两个字用什么方法？不理大黄芒硝。大家很清楚的，如果你5天不大便，今天有精神坐在这里听我讲课，
等到你大病一通，哎呦，神清气爽，所以那个时候单词也不记得，所以脑子的问题，我们要处理。胃中有赵氏五六没来考啊，和肠腑要结合起来。所以学了经方以后，读了经典以后，我们的目光就不知不觉的从疾病转向了体质，从局部转向了整体，从眼前的一个僵尸，本来叫机器，后来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看病就把好多病人看作是僵尸，一个没有灵魂的、没有肉体的这样一个干枯的木乃伊，啊，从一个僵尸转向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的眼光变了。因为张仲景的原文告诉我们，我们看的不是病，我们看的是病的人。就像我现在经常治疗女孩子的痛经，痛得非常厉害，要死要活，查查子宫没有问题，没有急性子，那什么原因？你问，啊，原来是考研，啊，你看老师睡不好觉，焦虑不安，是焦虑性痛经。焦虑。哎，我用什么方？我用半夏厚朴汤加栀子厚朴汤，我的一张方叫除烦法，很有效。原来我告诉他，我说你的压力总有地方去处，刚好趁月经来，就从子宫这里开始，所以你才痛。老年人关节痛，尤其是这两天满地落叶，这个南京特别的阴冷，上海好像还好一点，南京特别冷。这个时候我的门诊上就有很多这里痛那里不舒服的人，是什么原因？是抑郁。用什么方？柴胡加了木苦力汤就能治疗他的关节。很多人这里痒那里痒，特别是年轻人，神经性皮炎，什么原因？原来心里不开心，压力大，工作节奏太快，房价老是不跌，马上要结婚，压力太大，好，他出现了神经性皮炎。这种我们可以用除烦汤，可以用小柴胡汤，可以用柴胡桂枝干姜汤等等。哦，我发现我们人体的很多的器官都有情感的，偏头的问题、皮肤的问题、肠道的问题，包括妇科的问题、卵巢的问题，都有情感的。我们必须把病人看作是一个人，人是有情感的。特征四。经方方正教你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临床病症。我们是临床医生，我们处理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我的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到了临床我就傻眼，内科学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临床我就不晓得方怎么想。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同学，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因为临床是复杂的，临床是多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教我们。我告诉大家，经方能教我，因为张仲景的书就是教人如何来处置那些疑难杂症。他告诉我们，面对眼花缭乱的病情，面对寒热错杂虚实互见的症型，我们如何出手干预，我们如何抓时机，如何看档口，如何找抓手。经方的方正的，他着眼的是当下，是我眼前，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常规或者某种病。你说久病多瘀，那久病还是多虚呢？你说啊，有些人啊，补脾不如补肾，有的人说补肾不如补脾，这些东西都有。你必须要看你现在这个人出现的情况。每个经方方证都是前人处理复杂多变的临床问题的一种模式。张仲景的很多方针就告诉我们，那些复杂多变的
一些临床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置啊？他告诉你各种各样的模型。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是清代伤寒家苏志远先生写的《伤寒基础》。这本书曾经对我的学识思想产生了震动，而这个震动是源于一个医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叫《女科要诀》的一本小书，它是因为一本它是合著。这个小书里面讲到一个案例，说有一个产妇发动六天，头已经向下，就是下不来，难产。当时医生用过催生的很多方，又用过催生的灵符，又求灵神如丹都没效。道士也来了，方士也来了，都是没效。苏思远道，苏思远进贤，安徽进贤啊，那个现在江西进贤，现在是安徽的这个金方家。但是一开始他也没有摸不着边，后来是余家岩先生的弟子罗子尚给他了一本书《上论篇》，是余家岩写的伤寒的注解书。他读了以后才开悟，从此临床直接六进，用方只是金方。苏思远先生跑去一看，这个产妇身壮热无汗，头向腰背降痛，一看他就知道寒伤的麻黄汤症，就是一剂麻黄汤，而且要温服。麻黄汤吃下去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出汗，热开始退，这个时候食欲来了，要吃东西，吃完东西气的斗声孩子不露，就像那就如此简单，原来催生可用麻黄汤。这个案例让我心跳不已，原来这就是中医。后来我看到这个老先生治疗胎动不安，不是用除麻根，不是用当归，用白虎汤。为什么？有热，他有白虎汤症，他用白虎汤。还有的用黄连公胶汤，月经不来，他用的什么方？不是用活血化瘀药，用的四逆汤。为什么？他说就像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让他不下来。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月经不来，我们需要用麻黄，我们需要用附子，不是简单用活血化瘀药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他有麻黄症，有附子。用麻黄汤催生不仅仅是苏思远的一个案例，你看看浅田中博。浅田中博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家，他治疗一个妇人已经黄，羊水已经破，这个时候他人腰痛如折，不能分娩，前面的医生也是用了破血剂没有效。浅田中博先生跑去一看，他说脉浮数身体热，这是外感，麻黄汤加附子，也是让他吃了以后发汗，须臾腰痛烧寒，不那么痛了，开始宫缩了，采下一个阴，也用麻黄汤催生。这个案例因为后来先看了苏志远先生的案例，再看浅田中博先生的案例，我就感觉到并不稀奇了。我们再看一看这一位，大家知道谁吗？运铁桥。头发不多，两个眼睛你看像盯着你看吧，这是海派中医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运铁桥先生在当时中医纯废之争中间，他是一停中医，写了一本书叫《群经见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角度阐述了中医理论的证据性。原来他是在三明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先生的第一个小说是他经过他手编出来的，但是他后来做了中医。为什么会做中医呢？我就做了金方家，大家看他有一个过程，他的两个儿子都患有伤寒，就是发了性疾病腰疼，后来他就感觉到医生靠不住，
模样是几年前。现在时代又出现这个情况，现在的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金汤爱好者，一大批的中医爱好者，他们都在自己研究，因为医生靠不住。很多人都是，我们今天恐怕也有金汤爱好者，他们是电脑工程师，他们是一个老板，但是他们还在研究伤寒，研究金匮，还在研究中医。当时运气条先生就是这样，结果他的第四个孩子也开始生伤寒，发热无汗而喘，遍寻各地上海湖上的一家处方，都是豆豉啊、栀子啊、生叶啊、菊花啊、杏仁啊、贝母啊等等，轻描淡写。吃了以后奇喘异甚，这个时候运气条先生坐不住，一个晚上睡不觉，彻夜绕室踌躇，想怎么办？到了天微明的时候，他大拍桌子，他说这个不就是《伤寒论》上所讲的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肌疼痛、无风无汗而喘者，这是麻黄汤证明。不管他，拿出笔来刷刷刷，麻黄七分，桂枝七分，杏仁三钱，炙甘草五分。拿了方子以后，就对自己的夫人讲，他说我们的三儿子已经死于这个病，今天我们四儿子又病，医生都说治不了，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哎呀，他的夫人默然，可见当时心情是沉重，没办法了。运气的先生推出门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等到中午回来，一看孩子吃这个药以后喘也停了，皮肤有点出汗了，继续麻黄汤，汗出喘停，从此恢复。先生也更信伤寒道理啊。所以这个案例提示什么？提示了张仲景的很多的原文，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处置那些堵塞的疾病。伤寒论金匮要略，金方的方证告诉我们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一个道，一句话，有事诊，用事方。因为在青帮人的眼前，只是看现在是何种方阵，他脑子里面不是什么某种理论啊，你是阳虚啊，你是阴虚也要扶阳啊，或者你是脾虚啊，你是这个要脾不统血啊，或者你是肾虚啊，不是这种概念，不是这种理论，也没有什么这个久病入肚啊，久病穷于其肾啊，没有这种概念，更不是单个的症状，也不是讲的局部的表现。如果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肯定不会是。金帮人讲究的就是有事症用事方，或者就是说方正相应。所以金帮它是一种调控的手段，它是应对人体某种特定的应激状态的一种药物的调控手段。因为金方它并不是代替人体，它是调动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它是保护了我们机体的内分肽，所以它是调而不是对抗。而方正呢，方正是一种经验的结晶，它是临床医生把握的那种特定应急状态的一种经验结晶，就像厨师傅要看火候，到什么情况下那个油冒烟的时候要下什么东西汤舀起来出现什么状态的时候可以放盐，可以放糖，它有一个讲究，它有一个抓手，它有一个火候，这就是金方的方正。掌握金方方正，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能够处理复杂多变的临床问题，这个可以用不变应万变这个几个字来概括。徐明台金方讲重视方正，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方知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虽其必
定制千变万化都应用不少啊，所以他非常强调方正。有人说，识别方正需要不需要用五行学说？我可以告诉他，不需要。就好比你在一堆人中间，你要寻找你的亲人，你需要用导航吗？你需要用指南针吗？你需要用测量器吗？你身高多少啊？你体重多少？你需要吗？对你熟悉的人，特别是对你信赖的人，凭直觉就行，脚步声就听出来，望一眼，看步态，听声就知道他是谁。所以众里寻他，只要蓦然回首。方正强调是直觉思维，他是直觉思维。所以我们用金方有一个要求，吃了也要安静。有一个要求，医生要吃饱，要睡好，要精神好，那这个时候看病才准。有的是就那么一两眼就能抓住他的关键点，用的是直觉思维，他不需要你弯弯绕，要去推多少，他把那些推理的过程浓缩在一瞬间。这就我理解为什么张简斋，金陵一派的代表张简斋，他要吃鸦片，而且当时蒋介石是特批，他可以抽鸦片。为什么新化中医赵海仙，他有个特征，他是要夜里头看病，他要把大烟抽足了以后他才看病，需要脑子。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挂号费要高？因为我画的是脑力。以后注意啊，你们以后挂号费不能太少，什么30块钱就把我们打发了，300。但是你开放注意啊，不要太大方了，2块钱、3块钱。得益的是国家，得益的是我们的老百姓。大家学好金方吧。好，最后归纳一下，我们讲了四大特征。第一大特征说的是金方方正的经验性。金方怎么来的？几千年我们中华民族使用天然道路的经验结晶，这种宝贵的经验，这种方正的宝贵的经验无与伦比，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特征二说的是金方方正的实证性，金方方正客观，金方方正具体，是我们中医临床的规范。中医并不难学，问题是你没有学到规范之处。中医并不丑陋，它自有它的动人之处，只是你没看见。所以历代名医你们看，包括海派的一些著名医家，宁桥、陆延雷、夏仲邦，都是学金方，包括丁丹林先生，孟和出来以后到上海，也是跟当时寓居在上海的金方大家汪连石问面。汪连石给他看的什么书啊？苏慈远先生的六经定法。所以丁丹林先生才能既用温病法，又用伤寒法。温的病什么病？如果病在三阴，伤寒法；如果病在三阳，温病法。这样才行啊！你不学金方，你不学伤寒金匮，你做什么医生啊？特征三说的是金方方正的整体性。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在金方应用中体会的淋漓尽致。金方治疗的不是病，不是不少病，而是病的人。你打错了，病人才是金方医生着眼对象。所以我现在也是还讲到，就是金方方人问题，也是金方临床的实际讲座里面的题目，也就是金方的体质问题。金方是看人的，每个药每个方它对的都是一种人。50张方就有50个人，100张方就有100人，但是没有那么多，一般最最常用的也就用几十种人就是。特征四说的是金方思维方式的实用性。面对患者，我们医生既要考虑患者的痛苦的诉求，还要考虑到医疗手段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这就循证医学里面也强调的一个原则。而方正思维就是告诉你一种非常实用的手段，它是非常实用的，它告诉你在复杂的病症面前我们怎么来找到一个简单的调控的手段，简单的处置的方法。方正相应是经方医学的灵魂，方正相应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用温州经方家娄绍芳老师的话讲，它是一种原始思维，是一种古人的质朴的原始思维。这个原始思维就是有事证明是方，没有逻辑推理，只看眼前，是一个不应用抽象概念的思维，是一个不讲究因果关系矛盾关系的思维方式。经方方正，我再强调，是前人处理复杂问题的模式，一条一条的原文，一个一个的模式，113方需要同学们方方起任。有了方正以后，掌握了方正以后，你们无需要复杂繁杂的理论的去解释，也无需一些空洞的病因病机的去解说啊，而且还没有伤寒的，到底是治胃难病的还是治内伤病的，不要去争论啊。其实这种真的是毫无价值，苏思远的伤寒来书籍已经说清楚这个问题了，他没有内伤杂病之分，内伤可以用，外伤也可以用。有事症用之方是临床用量的原则和思路，按这个原则按这个思路，我们的疗效常常出人意外。最后我还要强调，方正不是像现在我们网上或是有些人那些人说方正你们讲的是对症状的，我说你有没有理解张仲景伤寒的原文，有没有去认真研究过，你在湖州谁说方正相应的症状，方正相应绝对不是对症状用药，也绝对不是什么机械的思维，恰恰相反，方正相应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它很多是人是整体，是辨证论治最佳的实现途径。辨证论治是灵活的，但是灵活必须要有固定的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方正作为基础，没有规矩太不方便，方正就是我们的规矩。所以很多的大医家经方家都非常推崇方正，吴锡树先生他说过，他说辨方正是辨证的尖端。刘祝哲先生在晚年他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方正相对论，他在这篇文章中间说了这句话，我把它标出来，他说要想穿落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正的大门熬入，一个胡老说是尖端，一个说是大门，可见这两位搞伤寒论多少年的大家，他们都非常认可方正的。最后作为我的一个结尾，经方并不是中医学的全部，中医临床也未必只有经方能治病，但是经方是中医学中最规范的内容，所以中医的传承必须把经方的推广作为基础。谢谢大家。深入浅出，把经方的重要性、实用性、它的价值给大家讲了很多，而且通过黄教授的讲座呢，我相信呢，可以使我们所有学中医的同学和老师能够对经方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能够使我们呢更加重视经方。我听讲座的过程中不由得想到我的老师国医大师裘佩然裘老就是典型的经方派，临床上呢特别推崇张仲景，平时呢经常会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的研究
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不要以为《伤寒论》过时了，不要以为古方不能治金病，而《伤寒论》里面有好多方子，绝大部分的方子对目前的临床依然有重要的这个使用价值。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哪位专家跟裘老在一起说的时候，就问裘老：“裘老，您说的这个绝大多数大概是多少？问比例呢？”裘老说：“他个人经过研究和临床使用，他认为伤寒论的方子90%以上对目前的临床使用依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指导价值。同时呢，说有50%以上一多半的方子在临床上具有神奇作用。”裘老呢是喜看疑难杂症的，在临床上呢经常看好多这个西医看很多，中医其他中医也看了，就看不好的一些疑难杂症。每每用金方的效果非常神奇，有时候患者来感谢，或者是裘老就说不是我医术高明，是中医药神奇，我只是知道一些皮肤。裘老经常会看那些疑难杂症学这些话。那么我们金方怎么用？裘老说的这个，只要你用对了，它就会有神奇的作用。用对的在哪里？就是今天黄芳教授讲的方正相应。方正相应用对了以后，它的确有很神奇的效果，而且提示我们所有的同学，我们要深入的去研究去学习伤寒论，学习我们的经典。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个互动环节啊，看看我们同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和黄老师交流的。黄老，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关于谢谢叶总。黄教授，黄老师，是对于细心不过钱，您是怎么看待的？细心不过钱，这是一直在传。对。这个如果本季的话，是绝对不能超过一千的。但是如果汤剂，特别是开了盖子煎煮细心的话，根本就没关系，就是问题很多。很多这个要看它什么剂型，但剂是绝对不能超过一千。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临床的医家，他们也在发现，如果我们在用金方的时候，如果严格的按照张仲景老先生他的这个剂量去使用的话，效果就会很好。但如果做了相应的调整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的临床疗效的达成。那么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看的？剂量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治疗重病急症。一定要按照1两等于15克来换算，但是我们调理病慢性病，我们按照1两等于3克或者5克就差不多了就可以了。那么用金方剂量问题是非常重要，首先是比例，就是相对剂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小建中汤芍药就要配伍会治，但是有的时候你适当的调整一下是不是可以，也可以这个其实就是对金方的一种小小的变化。那么我建议同学们在用金方的时候，首先用原方，包括原来的这种比例结构先用起来。但是也不是说金方不能变，应该也是可以变的，但是变一定要慎重。非常感谢。好，谢谢你。主持人给后面这个，这边这边。我这里补充一下，他细心，你们可以看那个微信的《金方杂志》，搜索一下，《金方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的这个细心的这方面问题，包括中毒的鉴别的问题都有。金方杂志微信你要把那个中毒，这个搜索一下就可以了。搜索一下。金方杂就是由南京方。金方就是金方主办的。现在一定要利用手机，利用网络，这个时代就是这个特征。哎，黄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这个伤寒论这个版本很多，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分的比较完美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个白云阁的一个桂林版本。您对这个您对这个版本是怎么看待的？版本的问题呢，我研究的不多，我用的最多的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来他们教研室伤寒论教研室搞的一本薄薄的一本伤寒论。他可能这个是根据赵开美本过来的，我用的那个比较多。版本的问题不能过于拘泥，就是有一些桂林古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康治本、康平本，有些东西也反映了后人在研究伤寒论上的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果符合临床实际的话，我们照用。那么在急症上照用，
它无论是慢性病这个急性病上都有。那么方正的正啊，其实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它内涵呢其实有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就是疾病，就是疾病，另一部分是人啊，把病和人的组合就形成了方正的标准。那么在急症重症中间，有的时候是不看体质，只看症，只看病情，对病用药。但是在慢性病调理病过程中间，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临床上，那么因为服用的时间长啊，调理病慢性病多，那这个呢是需要抓体抓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急症上我们用也用嘛，你用打成气汤，如果肚子胀满大便不通，你就是打成气汤啊，你这个出血的非常厉害，就是三黄血清汤量大一点啊，这个抓症就是抓最最重要的就可以。好，谢谢王老师。给你后面那位老师，那同学，看不清。啊，你好，那个王老师，今天听到你的讲座是感觉是受益颇多啊。谢谢。我是那个一三博的，然后呢，我是做骨伤的，因为我呢，我平时也是跟我老先生，跟我们那个石英运老先生吵闹的。然后呢，老先生也是很推崇经方的。啊，对。比如说，对咱们刚才说到里面的。柴胡桂枝龙骨木鱼汤，我们呢，我们骨伤科角度啊，就是治疗这些退行疾病，它出现的就是那种有这种情志的症状，完了以后又有全身的这种疼痛，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还有您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说是病的人，就是说强调这个人的因素。同样，我们施老先生也有一句话，就是叫治病识人，治人的因素，对对，一定要占，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诊病过程中要占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影响因素，我感觉受益很多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呢，有两个小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你提到就是说那个要其实相对来说是要是方正对应的话，要按原方的伤寒的一个原方的比例。当然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讲的那个幻灯里面就是治这个绞丸急。芍药甘草汤，你那里面就是写到是两个药，一个是芍药，一个甘草，但芍药的量是30，甘草量是6克，对。然后这个有什么？就是说，具体到我们在临床上，像我们这些后来的有什么跟我们就是说这个剂量的变通这一块有什么指导？就是说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还有说到服子。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附子了，而伤寒上呢，用附子的时候一般是用酶，现在呢都是切片，对吧？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在临床上用的时候，看看有什么那个指导建议。谢谢黄老师。好的，首先说一下附子，附子一枚啊，大约15到30克，附子一枚，因为还有大附子、小附子，所以呢，一般都控制在15克左右，算是一枚嘛，我们就是这样算的啊，就是。那么附子这个太复杂了，因为采地不同，加工泡制方法不同，这个煎煮方法不同，配伍不同啊，服药的这个时间不同，这个毒性也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但是我只是说附子的这个一枚几量用了多少问题。附子呢，我顺便说一下，也不能够盲目的大剂量的使用附子，现在导致附子中毒的啊，这个案例还是蛮多的啊，请年轻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一尝试我不去管啊，这个，但是你给病人吃的话，不要一下子能够150克、250克等等啊，这个万一出问题不得了啊。那么关于芍药甘草，这个芍药甘草，刚才我案例中间，芍药30克。啊，甘草只用了5克，他们的比例是6:1，而张仲景是1:1。那为什么我要用小剂量呢？因为我在临床上发现，治疗一些老年人的这个一些病症啊，我们甘草用量可能是过大，因为很多老年人的肾功能都比较差，发现甘草多用以后啊，很容易服从以后就很不舒服，所以老年人我们用起来甘草也非常的小心。对这一点，日本汉方也非常强调这个问题，有血压高的，有肾功能不好的，甘草都要注意，要谨慎的使用啊。甘草也是有毒的，也就是说也有偏性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呢这个痉挛症状非常严重的话，我们主张甘草是可以大剂量使用的，甚至完全可以按照张仲景1:1的比例来用啊。这个不仅是芍药甘草汤是这样，就是那个四逆散，柴芍、紫草、柴胡、芍药、枳实、甘草，
斯利散我现在用的这个叫呛咳，一种非常剧烈的一种痉挛性咳嗽，那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都是怎么样，因为张仲景都是怎么样，所以柴胡二十克我的甘草也是二十克，柴胡三十克我的甘草也是三十克，也可以，但是只能再用，只能再次使用，长期的服用大剂量的甘草是有问题，除非这个病人是一个支甘草长症，是一个啊这个非常虚弱的一种体质，而且肾功能要好的，我们才能用啊，是这样我的一点点经验，供你参考。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啊，工作人员啊，另外我还补充一下，石应山这个先生非常强，识人非常重要，因为讲病我们非常方便，我们中医内科学，我们讲病的话是平面的。初期怎么样，中期怎么样啊？病因怎么样，说得非常清楚，但是你一到具体的临床的话，我们全是一个立体的人，非常复杂，一个人身上有好多病，我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你一定要把病和人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病人。第二排这位同学。王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那个江苏省中医院，现在在那个上海分院的上学读书，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这个经方研究，并且非常赞同您的学术观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临床工作中啊，有没有就是运用一些其他的病号，比如说那个脏腑辩证这种？以前我是脏腑辩证，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因为我是江阴人嘛，我们的文化是属于受到上海的影响，上海中医学院当时编的中医基础理论，我把它当作宝贝。上海文革中间出现的叫《辨证施治》这本书是当时我买的第一本中医书，上海中医学院伤寒论教研社出版的《伤寒论》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那么当时上海的一些做法，就是讲脏腑辨证，那我是背得很快耐熟。我也是这样用，但是发现不行，不行。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也有很多困惑，不够，很不够。但是你解释为什么的时候需要用脏腑辨证，你解释为什么，你为什么用这个药，给病人解释的时候，你不能讲你是会肠症，你就能说不清楚了。你肯定要从脾胃的角度讲，从气血的角度讲。对。所以中医理论是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疏导的。谢谢老师。讲的时候我也是讲的太绝对啊，对，但是有的是不绝对，你们记不住，也不一定完全，但是对于心理疏导是非常有用的。你比如说，又讲了刚才那个这个骨伤科，一个老年人来，关节痛，这两天痛得很厉害，然后西医怎么看呢？去做检查，一称，哎呀，你这个骨刺，你看骨刺，怎么会骨刺的？多大年龄啊？80，一个机器用了这么多年，会不退化吗？退行性病变，好，回去吧，没办法啊，以后慢慢会好的，真是。但是老年人一脸的沮丧，中医不同的，中医一摸脉，哎呀，笑脸相迎，哎呀，老人家你哪里不舒服？哎呦，对你这个不要紧，这个时候天气有关系，这是受了风寒，天热了，转暖了，来春了，你自然好。老人顿时有希望，我们怪到天上去，对吧？天是变化的，所以同样的理论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而且一说你是寒，来马上，中国的传统的生活经验知道，我吃一点暖性的东西，比如是生姜汤，我外面敷一点保暖，我甚至熏熏艾条熏熏，我泡泡脚都是温的，保健措施也跟上去。谁说中医理没用？太有用了，中医理论。它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这个理论了不得。正好看到你那个第四排的同学，这边，那个。但是搞科学的人说，你的膝盖里哪有什么寒啊？找不到寒嘛？你湖州，其实他。王老师，我问一下啊，我从美国过来，我今天是给我的同学请啊，这个我呢是在美国25年。我一直有一个非常顽固的问题，为那个 microphone 就是那个痛苦，尤其在因为我是外在做学生在哈佛，我前年我在修了18门课，所以一直不断的在到现在才不断，我现在就是从美国来啊，对，我因为我也是
相错人，太幸运，太幸运了啊！好，所以已经跟我讲了很多，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就是我是外行，但是我很想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些方法，就是比较是赌博赚钱的方法，对我们这个疫情真的是，特别是我们在海外的人很多，因为我们常常在。在美国的话都是动不动要动刀的啊，对对对，动刀这个就是开刀，嗯，很怕人，所以先可以请教一下这个偏头痛的治疗。这个中医没有专门治疗偏头痛的一张专方，它完全是根据人来。这个有的偏头痛，肌肉紧张型，比如说脸发僵，肌肉僵硬，你摸肚子，肌肉是紧张的话，我们要放松。比如说失眠，如果你是一个患有精神障碍，比如说有抑郁倾向，晚上睡不好觉，情绪低落的时候偏头痛有点重的话，我们使用柴胡降临。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烦躁易怒、血压偏高、头胀的厉害，也出现偏头痛的话，那我们是大柴胡降。就是它有很多的方证，它是根据人来决定。谢谢杨导。黄老师你好，我知道您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金方大家。没有没有，我不想讲，我只是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我的学生。我是中医药大学的针灸学院的老师。啊，我就有点小问题，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方正要对应嘛？对。您所谓的方正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症？不能明确的用脏腑辩证来概括，而是要用从方的角度去论这个症，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就是说，您讲的方和正对应，阴是正，又是方，是不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阴是方再去论是正，有这个关系嘛？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正上面，是不是方正呢？它是一个硬币的。这个就像一个硬币的这个两面，有方就有正，有正才有方。如果没有正，那不叫方，那是一堆药。没有啊，有方一般都有正，就是这个。所以正呢，都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它有的就是以某种这个体征体貌为特征，那也有的呢，就是以某种精神状态为特征。它有它的抓手，它有它的一个火候，一个时机。所以这个方阵的话，经验是非常强，很难有的用，有的可以用脏腑辩证某个病机来概括啊，但有的又不能够概括。人体不仅仅是脏腑，它还有气血呢，啊，有精液呢，人体还有这个气情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头。所以现在我们老是把脏腑辩证捧在第一位，那是错误。脏腑辩证的推导。这个虾仁的高度都是在60年代、5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那西医的水平也就脏器医学的水平，那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奉为经典，这是不对的。现在已经到什么层次了，是吧？所以，我这里又要对脏腑辩证要放点炮，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中医学好像最强的人，不够，我认为是不够的。六经辩证不能背，这个方正更是重要的。包括沈志勇先生，那年沈志勇先生的一篇论文，当时我印象也很深，他叫方气辩证。方气辩证讲的非常有道理，方气辩证。夏春芳先生就是个非常重要的金方家，江春华先生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金方家，他们都强调方正。陆元雷先生更应该重视，当年在这个。中医成对之争中间，陆元雷先生是有贡献的人，但是上海对他重视不够，总是认为好像他讲的方正好像是激进，他是遭到政治迫害。需要用我们对方的理解再去反正拓宽我们对正的理解，是不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讲方不能光讲方义，光讲配伍，古人为什么要配伍的道理说不清楚。有很多说哪一个说的那么清楚，特别是我们现在方剂学光讲方义配伍是不够的，关键要把方正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恰恰把理论讲的太多，方正说的太少，这也不能怪老师，也不能怪我们的教科书，因为我们整个中医界的科学研究是不够的，方正的研究我们还处在非常很低的层次，这是我感觉非常痛心，到现在还没一个大型的
邦际应用信息的资料。我一直有这个梦想，现在正在和广东省中医院正在合作，要搞一个大型的方剂病案数据库，这样我通过组织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力量，这样才能把方证搞得更规范更清楚。所以今天我只能讲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基础就是上海的经过方证。最后一个问题给这位李同学。好，谢谢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我是刚刚考上研一的一个同学。祝贺你。谢谢。我第一年本科第一年一年级去接触中医的话，先去的是中药房，先从抓药。好。然后开始是我们那边是个小地方的一个中医院吧，然后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抓药，然后发现老师也不用过超高的，老师会说一些中药房的那个药的质量并不是特别的高。如果是按照仲景方的一些原方，剂量是否要增加，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它对疗效的影响大或不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是河南中药大学考过来的，然后跟过一个18岁的很有名的一个老中医。看过他看病的方式啊，他看病非常快的，因为他很累的，一天看很多病人。我说这种时间非常的短，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因为要求病人看病的人太多了嘛，如何保证看病的质量？而且他因为年纪大，经验也特别的多，对于我们青年医生的话，我们需要选择这个三分重点非常的好多同学和老师都非常推荐我们去看这些书，但是选这条道路的话，其实我们是辛苦会有很多年的冷板凳要做的。不一定。我就讲一个学金方以后，很多黄毛丫头照样马上成名医啊。刚才你们看到这个我的助手李小龙律师嘛，年纪很轻啊，他是西医过来的，现在他的病人每天可以到90个，100多，是的，100多好。三分钟。我告诉你，如果每个号50块钱，好挣多少钱？他没有病。在上海是100，在嘉宁是50。嘉宁是50。我们说，对于我们青年医生如何面临这个选择，提高我们的信心。首先，这个好，你是个这个踏入中医的新秀啊，这个非常欢迎。学中医啊，首先不会穷的，我告诉大家啊。但是你要有本领，有了本领，有了经验以后啊，就像一颗朝天辣椒，越老越红啊，但是身体好啊，老年性痴呆有用。所以不会穷，这是第一个啊，希望大家要做。那么要做好的中医，首先要用经方，经方用最有效。这些方法都是古人给定好的规矩，你按照方法用就行。那么按照用方法，大家可以用2味药、3味药，能不能治好病啊？大家都有想法。你以为是吃饭越吃多才有饱吗？不是，4两拨千斤，只要对症方效，照样有效。我们的量大，我们大的这个量已经够大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剂量，日本更少，日本是我们现在用量的1/5啊，或者1/3，他们照样有效啊。所以并不在于说你这个药一大堆用大锅煮那才能有效，恰恰相反，有这么一点点药就能有效，关键是对症，所以不要怕。那么关于现在中药材质量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也并不是下降到无法治病的程度。假药很多，但是我们的方药都是很便宜，他们不值得来做假。你说桂枝、芍药、白术、麻黄来做什么假？我们又不用冬虫夏草，我们又不用穿山甲，还用什么来做假？没有假啊，做不了什么大假。如果以后专门的一个制药公司给我们金方医生搞配送，或者有做成颗粒剂公司啊，城邦颗粒给大家用的话，根本没有问题。只是国家有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啊？这个能够做城邦颗粒，或者对这个药品质量进行一个加强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个什么应该叫我们？还有一个，那差不多回答了吗？回答。总的来说，
希望大家学好经方，认真读《伤寒》，认真读经典，多实践，多临床，你们一定能成功的。到时候你们都是大官，不过也是中产阶级，反正穷不了。我看着这么多学生，当然你们要钱，但是钱不是唯一。学中医不能光为钱，我一直说，我对我们新生讲，你们为什么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来？如果是为亲戚为钱，你赶快到隔壁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我们是治病救人的，我们要首先强疗效。为什么爱好者我是欢迎你们过来？你们是凭着一种热情，你们是兴趣，是把中医当作学问的。如果为了蝇头小利，藏着掖着一两张验方卖点钱，那不要学中医，就是坏带我们中医名声。我如果盯着病人的口袋，开大量的高资药去挣钱，我最反对啊。但是中医只要成名不会穷，你们的社会地位不会低。学中医一定要做名中医，没有名的中医一文不值。个别爱好者和个别学生有什么要联系的，跟这个黄老师的助手李老师是吧，跟李老师是否联系。第一场的讲座呢就到此结束。